红尘姐姐，我们1月28号才放假，你能不能安慰一下我，挑战带1或8的枪械吃鸡呗？哦，这什么学校啊，放得这么晚，红尘必须安排一波。不知道其他小老爷都是几号放假的呢？有没有比这粉丝宝宝还晚的呀？我被击倒了，手里的喷子果然没有别人的 M4 厉害。慢着， M4 不也是带一的枪械吗？大熊，都把我扶起来，我要去拿他的 M416。哎，来了。那宝宝们，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武器是带一或者八的呢？大声来的小可爱，奖励一朵小花花哦。接下来让恩高人民给大家拜个早年吧。城堡，俺受伤了，快躲到集装箱里来，别在门口打药，会被偷袭的。哎呀，没事。我就说吧，不听红尘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各位小可爱，记得要听红尘的话哦，小星星点起来。哇塞，超级空投，哎，让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东东。美空，虽说是大一的枪械，符合要求，但他还没有手里的 M416好用呢。溜了溜了。城堡，你最近对三棒子情有独钟啊。哦吼，哎呀，这车跑得可比四棒的轿车快多了。骑上它，这是疯一样的日子，追不上我吧。那小老爷们知道拳王跑得最快的载具是哪一种吗？告诉告诉红尘呗。拜托拜托，我还想跑得更快，飞得更远呢。你想得美。哎，大熊，有人朝你去了。Oh no，疯一样的女子红尘，这就来救你。你越跑越远，还怎么救俺呀？这不是得保持安全距离吗？方便逃命。瞧瞧，照旧不误。来来来，红尘这就来，美救英雄。盘他。不行不行，大熊，这我打不过了，你好自为之，我先走了。开个玩笑，我怎么会丢下你呢？我可是重情重义的吃鸡女侠。臭不要脸，完成了11连杀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各位小老爷，你们最多能在1分钟内杀几个人呢？有没有比红尘还多的？你过来呀。车你别跑啊。造孽呀，这年头连车都嫌弃我啦。不会又胖了呗，连车都载不住了。你才胖了呢，我这刚瘦下来，等着过年呢。肯定是因为我的背包太满了，车才走的。Really？ 瞧瞧，这个医疗箱都装不下了。哎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药品啊！小老爷们最多拿过几个医疗箱呢？哦吼，干嘛蹦蹦撞大熊，简直不要命了！载具载人，也能杀人。哦吼，瞧瞧，还能撞人呢。小老爷们最喜欢哪种载具呢？要我说，这三蹦子就着实不错。我信你个鬼！真的真的，若他无需下车，你一招制敌哦。Really？ 瞧瞧，带着红尘，你一动变射击，敌人压根打不住我嘛。最后两位小老弟，别躲躲藏藏啦，速速现身！红尘这受累，送你们一程。你想得美。就只剩一个独苗苗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